本愿经，地藏菩萨本愿功德颂，起首地藏王，功德妙难量，此心深于海，愿力广无疆，西北光目女，大孝度亲娘，供养过去佛，觉华自在王，感佛空中现，告知母生方，成汝孝敬力，出狱升天堂，光目心欢喜，力发大愿王，愿我尽未来，苦海作周行，众生悉度尽，我方正涅槃，地狱如未空，誓不作法王，发大誓愿已，生生永力强，力竭修万碰，身居常寂光，分身千百亿，尘刹现地藏，常在幽冥中，方便作教王，救度诸众生，脱苦升天堂，佛果悉皆缘，各界作道场，自现生闻身，分身变十方，无量合一身，一身化无量，佛在刀立天，金口赞地藏，功德妙难思，遍界力名扬，若有诸众生理念地藏王，所求皆如意，随愿功不堂，若有艳女身，恭诉地藏王，后世得人身，具足丈夫相，若有残缺人，敬贺地藏像，后世得人身，相好诸圆满，若欲求智慧，前造地藏像，后世得人身，大智通三藏，设欲求男女，竟是地藏像，随意或男女，容貌西端庄，若有疾病人，呻吟久卧床，前诵地藏名，迅速得安康，或因怨家累，被捕进狱房，前诵地藏名，解冤得释放，若人恶业重，礼拜地藏像，前诵地藏名，消除诸业障，若有孝敬人，发心度先王，前诵地藏经，灭罪升天堂，若有刻此经，流通遍十方，存亡均沾力，祸福俱无量，我今提此颂，功德如毫芒，回向诸有情，同生极乐邦，恭请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慈悲加持，恭请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慈悲加持，恭请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慈悲加持。香赞，炉香乍若，法界蒙熏，诸佛海会心遥闻，随处结祥云，诚意方因诸佛现全身，南无星云盖菩萨摩诃萨，南无星云盖菩萨摩诃萨，南无星云盖菩萨摩诃萨。净身业真言，嗡修多利修多利修摩利修摩利萨婆诃，嗡修多利修多利修摩利修摩利萨婆诃，嗡修多利修多利修摩利修摩利萨婆诃。净口业真言，嗡修利修利摩诃修利修修利萨婆诃，嗡修利修利摩诃修利修修利萨婆诃，嗡修利修利摩诃修利修修利萨婆诃。净意业真言，嗡哇斯拉达呵呵吽，嗡哇斯拉达呵呵吽，嗡哇斯拉达呵呵吽。
安土地真言，南无三满多摩陀南，嗡嘟噜嘟噜滴威娑婆诃。南无三满多摩陀南，嗡嘟噜嘟噜滴威娑婆诃。南无三满多摩陀南，嗡嘟噜嘟噜滴威娑婆诃。普供养真言，嗡耶耶囊三婆哇发兹拉哄，嗡耶耶囊三婆哇发兹拉哄，嗡耶耶囊三婆哇发兹拉哄。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僧，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南无护法诸天菩萨。觉林菩萨记，华严第四会夜摩天宫，无量菩萨来集说偈赞佛。尔时觉林菩萨成佛威力，遍观十方而说颂言，譬如工画师分布诸彩色，须望取异象，大种无差别，大种中无色，色中无大种，亦不离大种而有色可得。心中无彩化，彩化中无心，然不离于心，有彩化可得。彼心恒不住，无量难思议，视现一切色，个个不相知。譬如工画师不能知自心，而由心故画，诸法性如是。心如工画师，能画诸世间，五蕴悉从生，无法而不造。如心佛一耳，如佛众生然，应知佛与心体性皆无尽。若人知心行，普造诸世间，是人则见佛，了佛真实性。心不住于身，身亦不住心，而能作佛事，自在未曾有。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因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赞：起手本然净心地，无尽佛藏大慈尊。南方世界永香云，香雨花云即花雨，宝雨宝云无数种，为祥为瑞变庄严。天人问佛是何因，佛言地藏菩萨智。三世如来同赞叹，十方菩萨共皈依。我今素执善因缘，称扬地藏真功德。此因积善，是救众生，手中金锡震开地狱之门，掌上明珠光射大千世界，智慧因理吉祥云中，为阎浮提苦众生做大证明功德主。大悲大愿大圣大慈，本尊地藏菩萨摩诃萨。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开经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地藏菩萨本愿经，唐于田国三藏沙门时差难陀译，刀立天宫神通品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刀立天为母说法，二时十方无量世界不可说不可说一切诸佛及大菩萨摩诃萨皆来集会，赞叹释迦牟尼佛能于五浊恶世
现不可思议大智慧神通之力，调伏刚强众生之苦乐法，各遣使者问讯世尊。是时，如来含笑放百千万亿大光明云，所谓大圆满光明云、大慈悲光明云、大智慧光明云、大般若光明云、大三昧光明云、大吉祥光明云、大福德光明云、大功德光明云、大皈依光明云、大赞叹光明云，仿如是等不可说光明云矣，又出种种微妙之音，所谓谈波罗蜜音、施波罗蜜音、忏提波罗蜜音、毗梨耶波罗蜜音、禅波罗蜜音、般若波罗蜜音、慈悲音、喜舍音、解脱音、无漏音、智慧音、大智慧音、狮子吼音、大狮子吼音、云雷音、大云雷音，出如是等不可说不可说音矣。娑婆世界及他方国土，有无量亿天龙鬼神，一即到刀立天宫。所谓四天王天、刀立天、须焰摩天、兜率陀天、化乐天、他化自在天、梵众天、梵辅天、大梵天、少光天、无量光天、光阴天、少净天、无量净天、遍净天、福生天、福爱天、广果天、无想天、无烦天、无热天、善见天、善现天、色究竟天、摩西首罗天，乃至非想非非想处天，一切天众、龙众、鬼神等众悉来集会。复有他方国土及娑婆世界，海神、江神、河神、树神、山神、地神、川泽神、苗架神、昼神、夜神、空神、天神、饮食神、草木神、如是等神皆来集会。复有他方国土及娑婆世界诸大鬼王，所谓恶目鬼王、啖血鬼王、啖精气鬼王、啖胎卵鬼王、行病鬼王、摄毒鬼王、慈心鬼王、福利鬼王、大爱敬鬼王、如是等鬼王皆来集会。尔时，释迦牟尼佛告文殊师利法王子菩萨摩诃萨：汝观世一切诸佛菩萨及天龙鬼神，此世界、他世界、此国土、他国土，如是今来集会到刀立天者，汝知数否？文殊师利白佛言：世尊，若以我神力千劫测夺，不能得知。佛告文殊师利：吾以佛眼观故，幽无尽数。此皆是地藏菩萨久远劫来，已度、当度、未度，已成就、当成就、未成就。文殊师利白佛言：世尊，我以过去久修善根，正无碍智，闻佛所言即当信受，小果生闻天龙八部及未来世诸众生等，虽闻如来诚实之语，必怀疑惑，摄食顶受未免兴谤，唯愿世尊广说地藏菩萨摩诃萨因地作何行、立何愿，而能成就不思议事。佛告文殊师利：譬如三千大千世界，所有草木丛林、稻麻竹苇、山石微尘，一物一树，作一恒河，一恒河沙，一沙一界，一界之内一尘一劫，一劫之内所积尘数尽充为劫。地藏菩萨正十地果位以来，千倍多于上谕，何况地藏菩萨在声闻辟支佛地。文殊师利，
此菩萨威神誓愿，不可思议。若未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是菩萨名字，或赞叹，或瞻礼，或称名，或供养，乃至彩画刻镂塑漆形象，世人当得白返生于33天，永不堕恶道。文殊师利，是地藏菩萨摩诃萨于过去久远不可说不可说劫前，身为大长者子，时世有佛号曰狮子奋训具足万横如来，时长者子见佛相号千佛庄严，因问彼佛作何行愿而得此相。时狮子奋训具足万横如来告长者子，欲证此身当须久远度脱一切受苦众生。文殊师利，时长者子因发愿言，我今尽未来际不可计劫，为使罪苦六道众生广设方便，尽令解脱，而我自身方成佛道，以是于彼佛前立思大愿，于今百千万亿挪于脱不可说劫，上为菩萨。又于过去不可思议阿僧祇劫，时世有佛号曰觉华定自在王如来，彼佛寿命400000000亿阿僧祇劫，相法之中有一婆罗门女素服身后众所清净，行住坐卧诸天位布，其母信邪常清三宝，事实圣女广说方便，劝诱其母令生正见，而此女母未全生信，不久命中魂神堕在无间地狱，时婆罗门女知母在世不信因果，既当随业必生恶趣，遂卖家宅广求鲜花及诸供具，于仙佛塔寺大兴供养。见觉华定自在王如来，其形象在一寺中，塑化威容，端严必备。时婆罗门女瞻礼尊容，背生敬仰，私自念言：佛名大觉，具一切智。若在世时，我母死后倘来问佛，必知处所。时婆罗门女垂泣良久，瞻念如来。忽闻空中声曰：泣者圣女，勿至悲哀，我今是乳母之去处。婆罗门女合掌向空而白空曰：是何神德宽我忧虑，我自师母以来昼夜忆恋，无处可问知母生界。时空中有声再报女曰：我是汝所瞻礼者，过去觉华定自在王如来，见汝一母备于常行众生之分，故来告示。婆罗门女闻此声已，举身自扑，肢节皆损，左右服饰良久方苏，而白空曰：愿佛慈悯，诉说我母生界，我今身心将死不久。时觉华定自在王如来告圣女曰：汝供养毕，但早反摄，端坐思维无知名号，即当知母所生去处。时婆罗门女寻礼佛已，即归其舍，以一母故端坐念觉华定自在王如来。经一日一夜，忽见自身倒以海边，其水涌沸，多诸恶兽尽覆铁身，飞走海上东西驰逐。见诸男子女人百千万数出没海中，被诸恶兽争取食啖。又见夜叉其形各异，或多手多眼多足多头，口牙外出，利刃如剑，驱逐罪人，使尽恶兽，复自伯爵头足相救，其形万类，不敢久视。时婆罗门女以念佛力故，自然无惧。有一鬼王名曰无毒，起手来迎，白圣女曰：
善哉菩萨何缘来此？时婆罗门女问鬼王曰：此是何处？无独答曰：此是大铁围山西面第一重海。圣女问曰：我闻铁围之内地狱在中，是事实否？无独答曰：实有地狱。圣女问曰：我今云何得到寓所？无独答曰：若非威神急需业力，非此二事终不能到。圣女又问：此水何源而难永沸？多诸罪人极以恶受。无独答曰：此事阎浮提造恶众生心死之者，经49日后无人祭祀，未作功德，就拔苦难，生时又无善因，当据本业所感地狱，自然先渡此海。海东10万游巡，又有一海，其苦倍此。彼海之东又有一海，其苦复倍。三业恶因之所招感，共号业海，其处是也。圣女又问鬼王无独曰：地狱何在？无独答曰：三海之内是大地狱，其数百千，各个差别。所谓大者，具有18，次有500，苦毒无量，次有1000，亦无量苦。圣女又问大鬼王曰：我母死来未久，不知魂神当至何去？鬼王问圣女曰：菩萨之母再生习何行业？圣女答曰：我母邪见，积毁三宝，摄获暂信，玄佑不敬，死虽日浅，未知生处。无独问曰：菩萨之母姓氏何等？圣女答曰：我父我母具婆罗门种，父号施罗善现，母号月地利。无独合掌起菩萨曰：愿圣者却返本处，无至忧异悲恋。月地里罪女生天以来精进3日，云成孝顺之子，为母设供修福，不施觉化定自在王如来塔寺，非为菩萨之母得脱地狱，应是无见罪人此日悉得受乐，俱同升起。鬼王言毕，合掌而退。婆罗门女寻如梦归，悟此事矣，便于觉华定自在王如来塔像之前立弘誓愿：愿我尽未来劫，应有罪苦众生广设方便，使令解脱。佛告文殊师利：使鬼王无毒者，当今才首菩萨事；婆罗门女者，即地藏菩萨事。分身集会品第二。二十，百千万亿不可思、不可议、不可量、不可说无量阿僧祇世界，所有地狱处分身地藏菩萨，俱来即在刀立天宫，以如来神力故，各以方便，与诸德解脱从业道出者，亦各有千万亿挪余脱数，共持香花来供养佛。彼诸同来等辈，皆因地藏菩萨教化，永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诸众等久远劫来流浪生死，六道受苦，暂无休息。以地藏菩萨广大慈悲身世愿故，各获果证，既至刀立，心怀踊跃，瞻仰如来，目不暂舍。二十，世尊梳金色髀，摩百千万亿不可思、不可议、不可量、不可说无量阿僧祇世界，诸分身地藏菩萨摩诃萨顶而作誓言：吾于五浊恶世教化如是刚强众生，令心调伏，舍邪归正，时有一二赏恶习在，吾以分身千百亿广设方便，或有立根闻及信受，或有善果勤劝成就，
或有暗遁九化方归，或有业重不生敬仰，如是等辈众生各个差别分身度脱，或现男子身，或现女人身，或现天龙身，或现神鬼身，或现山林川源河池泉景，利及于人，悉皆度脱，或现天地身，或现梵王身，或现转轮王身，或现居士身，或现国王身，或现宰府身，或现官属身，或现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身，乃至声闻、罗汉、辟支佛、菩萨等身而已化度，非但佛身独现其显。汝观吾累劫勤苦，度脱如是等难化刚强罪苦众生，其有未调伏者，随业报应，若堕恶趣，受大苦时，汝当意念吾在刀立天宫殷勤付诸，令娑婆世界至弥勒出世以来众生悉使解脱，永离诸苦，遇佛受记。二十，诸世界分身地藏菩萨共赴一行，涕泪哀恋白其佛言：我从久远劫来蒙佛接引，是获不可思议神力，具大智慧，我所分身遍满百千万亿恒河沙世界，每一世界化百千万亿身，每一身度百千万亿人，令归敬三宝，永离生死，至涅槃乐。但于佛法中所为善事，一毛一滴，一沙一尘，或毫发许，我见度脱，是获大利。唯愿世尊不以后世恶业众生为虑。如是三白佛言：唯愿世尊不以后世恶业众生为虑。二十，佛赞地藏菩萨言：善哉善哉，无住如喜，汝能成就久远劫来发宏誓愿，广度将毕，即证菩提。观众生业缘品第三。二十，佛母摩耶夫人恭敬合掌问地藏菩萨言：圣者，阎浮众生造业差别，所受报应其事云何？地藏答言：千万世界乃及国土，或有地狱，或无地狱，或有女人，或无女人，或有佛法，或无佛法，乃至声闻、辟支佛亦复如是，非但地狱罪报一等。摩耶夫人崇拜菩萨，且愿闻于阎浮罪报所感恶趣。地藏答言：圣母，唯愿听受我粗说之。佛母白言：愿圣者说。二十，地藏菩萨白圣母言：南阎浮提罪报名号如是，若有众生不孝父母，或致杀害，当堕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出无期。若有众生出佛身血，毁谤三宝，不敬尊经，亦当堕于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出无期。若有众生亲损常住玷污僧尼，或前栏内自行隐喻，或杀或害，如是等辈，当堕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出无期。若有众生伪作沙门，心非沙门，破用常住七狂白衣，违背戒律，种种造恶，如是等辈，当堕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出无期。若有众生偷窃常住财物、谷米、饮食、衣服，乃至一物不予取者，当堕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出无期。地藏白言：圣母，若有众生作如是罪，当堕五无间地狱，求暂停苦，
一念不得。摩耶夫人崇拜地藏菩萨言，云何名为无间地狱？地藏白言，圣母，诸有地狱在大铁围山之内，其大地狱有18所，赐有500名号个别，赐有1000名字一别。无间狱者，区域城周匝8万余里，其城纯铁高1万里，城上火炬少有空缺，区域城中诸狱相连，名号个别，独有一狱名曰无间。区域周匝18000里，狱墙高1000里，西是铁围，上火彻下，下火彻上，铁蛇铁狗吐火持烛，狱墙之上东西而走。狱中有床遍满万里，一人受罪，自见其身遍卧满床；1000万人受罪，一个自见身满床上。众业所感，或报如是。有诸罪人备受重苦，1000夜叉即以恶鬼，口牙如剑，眼如电光，手负铜爪托业罪人。复有夜叉执大铁戟，中罪人身，或中口鼻，或中腹背，抛空翻阶，或至床上。复有铁鹰啖罪人目，复有铁蛇绞罪人颈，百只节内膝下长钉，拔舌耕犁抽肠错斩，羊铜灌口热铁缠身，万次千生夜感如是，动经一劫求出无期。此界坏时即生他界，他界次坏转即他方，他方坏时辗转相继，此界成后还复而来。无间罪报其事如是。有五世业感，故称五见。何等为五？一者，日夜受罪以至结束，无时见觉，故称五见。二者，一人一满，多人一满，故称五见。三者，罪气插棒，鹰蛇狼犬，对魔俱凿，错浊祸汤，铁网铁绳，铁驴铁马，生格落手，热铁交身，鸡吞铁丸，可饮铁汁，从年净节，数诺于托，苦楚相连，更无间断，故称无间。四者，不问男子女人，羌胡夷狄，老幼贵贱，或龙或神，或天或鬼，罪行业感，悉同受之，故称无间。五者，若堕此狱，从出入时至1000劫，一日一夜，万死万生，求一念间暂住不得，除非业尽方得受生，以此连绵，故称无间。地藏菩萨白圣母言：无间地狱粗说如是，若广说地狱罪气等名及诸苦事，一劫之中求说不尽。摩耶夫人闻已，愁忧合掌，顶礼而退。阎浮众生业感品第四。二十，地藏菩萨摩诃萨白佛言：世尊，我成佛如来威神力故，遍1000000亿世界，分是身形，救拔一切业报众生。若非如来大慈力故，即不能作如是变化。我今又蒙佛咐嘱，至阿逸多成佛以来，六道众生遣令度脱，唯然世尊愿不有虑。二十，佛告地藏菩萨：一切众生未解脱者，性识无定，恶习结业，善习结果，为善为恶，逐境而生，轮转五道，暂无休息，动经尘劫，迷惑障难，如鱼游网，将是长流，脱入暂出，又复遭网，已是等辈，无当忧念，汝即必是往愿，累劫重视，广度罪辈，无复何虑。说是与时，
会中有一菩萨摩诃萨，名定自在王，白佛言：世尊，地藏菩萨累劫以来各发何愿，今蒙世尊殷勤赞叹，唯愿世尊略而说之。二时，世尊告定自在王菩萨：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乃往过去无量阿僧祇挪于陀不可说劫，尔时有佛号一切智成就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其佛寿命六万劫，未出家时为小国王，与邻国王为友，同行十善，饶益众生。其邻国内所有人民多造众恶，二王义济广设方便，一王发愿早成佛道，当度世辈，令世无余。一王发愿若不先度罪苦，令世安乐，得至菩提，我终未愿成佛。佛告定自在王菩萨：一王发愿早成佛者，即一切智成就如来世；一王发愿永度罪苦众生，未愿成佛者，即地藏菩萨世。复于过去无量阿僧祇劫，有佛出世，名清净莲花目如来，其佛寿命四十劫。相法之中，有一罗汉福度众生，因赐教化，欲与女人自约光目，摄食供养。罗汉问之：欲愿何等？光目答言：我以母亡之日资福救拔，未知我母生处何去。罗汉免之，为入定观，见光目女母堕在恶趣，受极大苦。罗汉问光目言：汝母再生作何行业？今在恶趣，受极大苦。光目答言：我母所习为好食啖鱼鳖之属，所食鱼鳖多食其子，或炒或煮，自情食啖，计其命数千万复倍，尊者慈悯，如何哀救？罗汉悯之，未作方便，劝光目言：如可至诚念清净莲花目如来，兼塑化形象，存亡获报。光目闻已，即舍所爱，寻化佛像而供养之，复恭敬心，悲泣瞻礼。忽于夜后，梦见佛身金色晃耀，如须弥山放大光明，而告光目：汝母不久当生汝家，才觉饥寒，即当言说。其后家内必生一子，未满三日而乃言说，其手悲泣告于光目：生死业缘，果报自受，无事汝母久处暗冥，自别汝来，累堕大地狱，蒙汝福力方得受生，为下贱人又复短命，少年十三更落恶道，如有何计令吾脱免？光目闻说知母无疑，哽咽悲啼而白婢子：既是我母，何知本罪？作何行业堕于恶道？婢子答言：以杀害毁骂二业受报，若非蒙福救拔无难，已是业故，为何谢脱？光目问言：地狱罪报其事云何？婢子答言：罪苦之事不忍称说，百千岁中足白难尽。光目闻已，涕泪豪气而白空尽，愿我之母永脱地狱，必十三岁更无重罪，极力恶道。十方诸佛慈哀悯我，听我为母所发广大誓愿，若得我母永离三途，即思下贱，乃至女人之身永劫不受者，愿我自今日后对清净莲花目如来像前
却后百千万亿劫中，应有世界所有地狱及三恶道诸最苦众生誓愿救拔，令离地狱恶趣、畜生恶鬼等，如是罪报等人尽成佛境，我然后方成正觉。发誓愿已。具闻清净莲花目如来而告之曰：光目，汝大慈悯，善能为母发如是大愿，吾观汝母十三岁毕，舍此报已，生为梵志，寿年百岁，过世报后当生无忧国土，寿命不可计竭，后成佛果，广度人天，数如恒河沙。佛告定自在王：尔时罗汉福度光目者，即无尽意菩萨事；光目母者，即谢托菩萨事；光目女者，即地藏菩萨事。过去久远劫中，如是慈悯，发恒河沙愿，广度众生。未来世中，若有男子女人不行善者、行恶者，乃至不信因果者、邪淫妄语者、两舌恶口者、毁谤大乘者，如是诸业众生必堕恶趣。若遇善知识，劝令一弹指间皈依地藏菩萨，是诸众生即得解脱三恶道报。若能至心归敬及瞻礼赞叹，香花衣服种种珍宝，或复饮食，如是奉事者，未来百千万亿劫中，常在诸天受胜妙乐。若天福尽，下生人间，有百千劫，常为帝王，能以宿命因果本末。定自在王：如是地藏菩萨有如此不可思议大威神力，广利众生，汝等诸菩萨当记是经，广宣流布。定自在王白佛言：世尊，愿不有虑，我等千万亿菩萨摩诃萨必能成佛威神，广演是经于阎浮提，利益众生。定自在王菩萨白世尊已，合掌恭敬，作礼而退。二时，四方天王俱从坐起，合掌恭敬，白佛言：世尊，地藏菩萨于久远劫来发如是大愿，云何至今犹度未绝，更发广大誓言，唯愿世尊为我等说。佛告四天王：善哉善哉，吾今为汝及未来现在天人众等广利益故，说地藏菩萨于娑婆世界阎浮提内生死道中，慈哀救拔度脱一切罪苦众生方便之事。四天王言：唯然世尊，愿要欲闻。佛告四天王：地藏菩萨久远劫来弃指于今，度脱众生犹未毕愿，此悯此事罪苦众生，复观未来无量劫中因慢不断，以是之故又发众愿。如是菩萨于娑婆世界阎浮提中百千万亿方便而为教化。四天王：地藏菩萨若遇杀生者，说宿殃短命报；若遇窃盗者，说贫穷苦楚报；若遇邪淫者，说雀歌鸳鸯报；若遇恶口者，说眷属斗争报；若遇毁谤者，说无舌疮口报；若遇嗔恚者，说丑陋聋残报；若遇牵吝者，说所求为愿报；若遇饮食无度者，说饥渴咽病报；若遇田猎自情者，说惊狂丧命报；若遇悖逆父母者，说天地灾杀报；若遇烧山林木者，说狂迷取死报；若遇前后父母恶毒者，说反生鞭挞
现受报。若欲亡补生除者，说骨肉分离报。若欲毁谤三宝者，说盲聋阴哑报。若欲轻法慢教者，说永处恶道报。若欲破用常住者，说一劫轮回地狱报。若欲污犯污僧者，说永在畜生报。若欲贪火斩灼伤生者，说轮回地常报。若欲破戒犯斋者，说禽兽饥饿报。若欲非礼毁用者，说所求缺绝报。若欲无我功高者，说卑使下贱报。若欲两舌斗乱者，说无舌百舌报。若欲邪见者，说边地受生报。如是等阎浮提众生身口意业恶习结果百千报应，今粗略说。如是等阎浮提众生业感差别，地藏菩萨百千方便而教化之，是诸众生先受如是等报，后堕地狱。动经结束，无有初期。是故汝等护人护国，无令是诸众业迷惑众生。四天王闻已，涕泪悲叹，合掌而退。地藏菩萨本愿经卷上，赞：如来慈悯转大法轮，婆罗门女救慈亲，觉华度迷津，摩耶夫人请问地藏音。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地藏菩萨本愿经卷中地狱名号品第五。二十，普贤菩萨摩诃萨白地藏菩萨言：仁者，愿为天龙四众及未来现在一切众生说娑婆世界及阎浮提罪苦众生所受报处地狱名号及恶报等事，使未来世末法众生知是果报。地藏答言：仁者，我今成佛威神及大士之力，略说地狱名号及罪报恶报之事。仁者，阎浮提东方有山，号曰铁围，其山黑碎，无日月光，有大地狱，号极无间，又有地狱名大阿鼻，复有地狱名曰四角，复有地狱名曰飞刀，复有地狱名曰火箭，复有地狱名曰加山，复有地狱名曰通枪，复有地狱名曰铁车，复有地狱名曰铁床，复有地狱名曰铁牛，复有地狱名曰铁衣，复有地狱名曰千仞，复有地狱名曰铁驴，复有地狱名曰羊童，复有地狱名曰爆柱，复有地狱名曰流火，复有地狱名曰耕蛇，复有地狱名曰错手，复有地狱名曰烧脚，复有地狱名曰蛋眼，复有地狱名曰铁丸，复有地狱名曰争论，复有地狱名曰铁夫，复有地狱名曰多嗔。地藏白言：仁者，铁围之内有如是等地狱，其数无限，更有叫唤地狱、拔舌地狱、粪尿地狱、铜锁地狱、火象地狱、火狗地狱、火马地狱、火牛地狱、火山地狱、火石地狱、火床地狱、火梁地狱、火鹰地狱、巨牙地狱、包皮地狱、饮血地狱、烧手地狱、烧脚地狱、倒刺地狱、火屋地狱、铁屋地狱、火狼地狱，如是等地狱，其中各个附有诸小地狱，
或一或二或三或四乃至百千，其中名号各个不同。地藏菩萨告普贤菩萨言：仁者，此者皆是南阎浮提行恶众生，业感如是，业力甚大，能敌须弥，能伸巨海，能障圣道，是故众生莫轻小恶，以为无罪，死后有报，先好受之。父子至亲，其路个别，纵然相逢，无肯代受。我今成佛威力，略说地狱罪报之事，唯愿仁者暂听是言。普贤答言：吾已久知三恶道报，望仁者说，令后世末法一切恶行众生闻仁者说，使令归佛。地藏白言：仁者，地狱罪报其事如是，或有地狱取罪人舌，使牛耕之；或有地狱取罪人心，夜叉食之；或有地狱或汤盛沸，煮罪人身；或有地狱赤烧铜柱，使罪人报；或有地狱使诸火烧撑及罪人；或有地狱一向寒冰；或有地狱无限愤尿；或有地狱纯非吉利；或有地狱多攒火枪；或有地狱围撞胸背；或有地狱弹烧手足；或有地狱盘脚铁蛇；或有地狱驱逐铁狗；或有地狱禁驾铁罗。仁者，如是等报各个狱中有百千种业道之气，无非是铜、是铁、是石、是火，此四种物众业行感。若广说地狱罪报等事，一狱中更有百千种苦楚，何况多狱？我今成佛威神及仁者问，略说如是，若广解说，穷劫不尽。如来赞叹品第六。二时，世尊举身放大光明，遍照百千万亿恒河沙等诸佛世界，出大音声，普告诸佛世界一切诸菩萨摩诃萨及天龙鬼神人非人等，天吾今日称扬赞叹地藏菩萨摩诃萨于十方世界现大不可思议威神慈悲之力，救护一切罪苦之事，无灭度后，汝等诸菩萨大士及天龙鬼神等，广作方便为护世经，令一切众生证涅槃乐。说是于已，会中有一菩萨，名曰普广，合掌恭敬而白佛言：今见世尊赞叹地藏菩萨有如是不可思议大威神德，唯愿世尊为未来世末法众生宣说地藏菩萨利人天因果等事，使诸天龙八部及未来世众生定受佛语。二时，世尊告普广菩萨及四众等：谛听，谛听，吾当为汝略说地藏菩萨利人天福德之事。普广白言：唯然，世尊，愿要欲闻。佛告普广菩萨：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是地藏菩萨摩诃萨名者，或合掌者、赞叹者、作礼者、恋慕者，是人超越三十劫罪。普广，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或彩画形象，或土石雕漆、金银铜铁，作此菩萨一瞻一礼者，是人白返生于三十三天，永不堕于恶道。假如天府禁锢，下生人间，尤为国王，不失大力。若有女人厌女人身，尽心供养地藏菩萨画像及土石雕漆铜铁等像，如是日日不退，常以花香、饮食、衣服、增彩、床幡、钱宝物等供养，
是善女人，尽此一报女身，百千万劫更不生有女人世界，何况复受？除非慈愿力故，要受女身，度脱众生，诚思供养地藏力故及功德力，百千万劫不受女身。复次，普广，若有女人厌世丑陋多疾病者，但于地藏像前至心瞻礼，十顷之间，世人千万劫中所受生身相貌圆满，是丑陋女人如不厌女身，即百千万亿生中常为王女，乃及王妃、宰府大姓、大长者女，端正受生，诸相圆满，由至心故，瞻礼地藏菩萨，获福如是。复次，普广，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能对菩萨向前作诸伎乐及歌咏赞叹、香花供养，乃至劝于一人多人，如是等辈，现在世中及未来世，常得百千鬼神日夜卫护，不令恶事折闻其耳，何况亲受诸横。复次，普广，未来世中若有恶人及恶神恶鬼，见有善男子善女人归敬供养赞叹瞻礼地藏菩萨形象，或妄生讥毁，谤无功德及利益事，或露齿笑，或背面飞，或劝人共飞，或一人飞，或多人飞，乃至一念生讥毁者，如是之人贤劫千佛灭度，讥毁之报尚在阿鼻地狱受极重罪，过世劫已方受恶鬼，又经千劫复受畜生，又经千劫方得人身，纵受人身贫穷下贱，诸根不具，多被恶业来劫其心，不久之间复堕恶道。是故，普广，讥毁他人供养尚获此报，何况别生恶见毁灭。复次，普广，若未来世有男子女人久处床枕，求生求死了不可得，或夜梦恶鬼乃及家亲，或有险道，或多眼魅供鬼神游，日月岁身转复汪寨，眠中叫苦，惨凄不乐者，此皆是业道论对，未定轻重，或难舍受，或不得欲，男女俗眼不辨世事，但当对诸佛菩萨向前高声转读此经一遍，或许病人可爱之物，或衣服宝贝庄园设宅，对病人前高声唱言：我某甲等为是病人对经向前舍诸等物，或供养经像，或造佛菩萨形象，或造塔寺，或燃油灯，或施常住，如是三百病人遣令闻之，假令诸时分散至气尽者，乃至一日、二日、三日、四日至七日以来，但高声白高声读经，世人命中之后素殃重罪，至于五无见罪永得解脱，所受生处常知宿命，何况善男子善女人自书此经，或教人书，或自塑化菩萨形象，乃至教人塑化，所受果报必获大利。是故，普广，若见有人读诵是经，乃至一念赞叹是经，或恭敬者，汝须百千方便劝示等人勤心莫退，能得未来现在千万亿不可思议功德。复次，普广，若未来世诸众生等或梦或寐见诸鬼神乃及诸形，或悲或啼或愁或叹或恐或怖，此皆是一生十生百生千生过去父母男女弟妹夫妻眷属在于恶趣未得出离，无处希望福利救拔，
当告素食骨肉，始作方便，愿离恶道。普广，汝以神力遣示眷属，令对诸佛菩萨向前，至心自读此经，或请人读，其数三遍或七遍，如是恶道眷属，经生必是变数，当得解脱，乃至梦寐之中永不复见。复次普广，若未来世有诸下贱等人，或奴或婢，乃至诸不自由之人，觉知宿业要忏悔者，至心瞻礼地藏菩萨形象，乃至一七日中念菩萨名可满万遍，如是等人尽此报后，千万生中长生尊贵，更不经三恶道苦。复次普广，若未来世中阎浮体内刹利婆罗门长者居士一切人等及异性种族有心禅者，或男或女，七日之中早已读诵此不思议经典，更为念菩萨名可满万遍，是新生子或男或女，素有殃报，便得解脱，安乐异样，寿命增长。若是成福生者，转增安乐，给予寿命。复次普广，若未来世众生于月一日、八日、十四日、十五日、十八日、二十三、二十四、二十八、二十九日乃至三十日，是诸日等诸罪结集，定其轻重，南阎浮提众生举止动念，无不是业，无不是罪，何况自行杀害、窃盗、邪淫、妄语百千罪状，能于是十斋日对佛菩萨诸贤圣像前读世经一遍，东西南北百由旬内无诸灾难，当此居家若长若幼，现在未来百千岁中永离恶趣，能于十斋日每转一遍，现世令此居家无诸横病，衣食丰溢。是故普广，当知地藏菩萨有如是等不可说百千万亿大威神力利益之事，阎浮众生与此大事有大因缘，是诸众生闻菩萨名，见菩萨相，乃至闻世经三字五字或一记一句者，现在殊妙安乐，未来之事百千万生常得端正，生尊贵家。二十，普广菩萨闻佛如来称扬赞叹地藏菩萨已，胡跪合掌复白佛言：世尊，我久知是大事有如此不可思议神力及大事愿力，为未来众生浅之利益，故问如来，唯然顶受。世尊，当何明此经，使我云何留步？佛告普广，此经有三名，一名地藏本愿，一名地藏本横，一名地藏本势力经，原此菩萨久远劫来发大众愿，利益众生，是故汝等依愿留步。普广闻已，合掌恭敬，作礼而退。利益存亡品第七。二十，地藏菩萨摩诃萨白佛言：世尊，我观是阎浮众生举心动念，无非是罪，脱获善力，多退初心，若遇恶缘，念念增益，是等被人如履泥土，负于重担，见困见重，足不深邃，若得遇之事替于减负，或全与负，是之事有大力故，互相扶助，劝令老脚，若达平地，虚醒恶路，无再经历。世尊，习恶众生从仙考间遍至无量，是诸众生有如此习，临命终时，父母眷属亦未设伏以资浅路，或悬翻盖即燃油灯，或转读尊经，或供养佛像，
及诸圣像，乃至念佛菩萨及辟支佛名字，一名一号，立临终人耳根，或闻在本时，是诸众生所造恶业，即其感果，必堕恶趣。原是眷属为临终人修此圣因，如是重罪悉皆消灭。若能更为身死之后七七日内广造众善，能使是诸众生永离恶趣，得生人天，受圣妙乐，现在眷属利益无量。是故我今对佛世尊及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劝于阎浮提众生，临终之日慎勿杀害，即造恶缘，拜祭鬼神，求诸魍魉。何以故？而所杀害乃至拜祭，无仙好之力利益亡人，但结罪缘，转增深重。假使来世或现在生，得获圣分，生人天中，原是临终被诸眷属造事恶因，亦定是命中人殃累对变，晚生善处。何况临命中人再生未曾有少善根，各具本业，自受恶趣，何忍眷属更未增业？譬如有人从远地来，绝粮三日，所负担物强过百斤，忽与邻人更负少物，以是之故转负困重。世尊，我观阎浮众生，但能于诸佛教中乃至善事，一毛一滴，一沙一尘，如是利益悉皆自得。说是与时，会中有一长者名曰大辩，是长者久证无生，化度十方，现长者身，合掌恭敬问地藏菩萨言：大师，是南阎浮提众生命终之后，小大眷属未修功德乃至设斋造众善因，是命中人得大利益及解脱否？地藏答言：长者，我今为未来现在一切众生成佛威力略说世事。长者，未来现在诸众生等临命终日，得闻一佛名，一菩萨名，一辟支佛名，不问有罪无罪，悉得解脱。若有男子女人再生不修善因，多造重罪，命中之后眷属小大，未造福利，一切圣事七分之中而乃获一，六分功德生者自利。以是之故，未来现在善男女等闻见自修，纷纷己获。无常大鬼不期而到，明明由神为之罪福，七七日内如痴如聋，或在诸司辩论业果，审定之后聚业受生，未测之间千万愁苦，何况堕于诸恶趣等。是命中人未得受生，在七七日内念念之间，望诸骨肉眷属欲造福利救拔，过世日后随业受报。若是罪人动经千百岁中无解脱日，若是五无见罪堕大地狱，千劫万劫永受重苦。复次长者，如是罪业众生命中之后，眷属骨肉未修迎斋资助业道，未斋食净及迎斋之次，米干菜叶不弃于地，乃至诸食未现佛僧悟得先食，如有为食即不精勤，是命中人了不得力。如精勤护净奉献佛僧，是命中人七分获一。是故长者，阎浮众生若能为其父母乃至眷属命中之后设斋供养，至心勤恳，如是之人存亡获利。说是与时，刀立天宫有千万亿挪于托阎浮鬼神，悉发无量菩提之心，大辩长者坐礼而退。阎罗王众赞叹品第八。
二十，铁围山内有无量鬼王与阎罗天子聚义倒立，来到佛所。所谓恶毒鬼王、多恶鬼王、大正鬼王、白虎鬼王、血虎鬼王、赤虎鬼王、散殃鬼王、飞身鬼王、电光鬼王、狼牙鬼王、千眼鬼王、淡兽鬼王、覆食鬼王、主号鬼王、主祸鬼王、主食鬼王、主财鬼王、主畜鬼王、主禽鬼王、主兽鬼王、主魅鬼王、主产鬼王、主命鬼王、主吉鬼王、主险鬼王、三目鬼王、四目鬼王、五目鬼王、奇力狮王、大奇力狮王、奇力叉王、大奇力叉王、阿哪吒王、大阿哪吒王，如是等大鬼王，各个于百千诸小鬼王，尽居阎浮提，各有所职，各有所主。是诸鬼王与阎罗天子成佛威神及地藏菩萨摩诃萨力聚以刀立在一面立。二十，阎罗天子胡贵合掌白佛言：师尊，我等今者与诸鬼王成佛威神及地藏菩萨摩诃萨力方得一次刀立大会，亦是我等获善利故，我今有小仪事敢问世尊，唯愿世尊慈悲宣说。佛告阎罗天子：兹汝所问，吾为汝说。是时，阎罗天子瞻礼世尊，即回视地藏菩萨而白佛言：世尊，我观地藏菩萨在六道中百千方便而度最苦众生，不辞疲倦。是大菩萨有如是不可思议神通之事，然诸众生脱祸罪报，未久之间又堕恶道。世尊，是地藏菩萨既有如是不可思议神力，云何众生而不依止善道，永取解脱？唯愿世尊为我解说。佛告阎罗天子：南阎浮提众生其性刚强，难调难服，是大菩萨于百千劫头头就拔如是众生，早令解脱。是罪报人乃至堕大恶去，菩萨以方便力拔出根本业缘，而遣悟宿世之事。自是阎浮众生劫恶习众，旋出旋入，劳斯菩萨久经劫数而作度脱。譬如有人迷失本家，误入险道，其险道中多诸夜叉及虎狼狮子顽蛇腹蝎，如是迷人在险道中须臾之间即遭诸毒。有一知使多解大树善尽世毒，乃及夜叉诸恶毒等，忽逢迷人欲进险道而遇之言：多灾男子，为何事故而入此路？有何异术能治诸毒？是迷路人忽闻是语，方知险道，即便退步，求出此路。是善知识提携接手，引出险道，免诸恶毒，至于好道，令得安乐。而欲之言：多灾迷人，自今以后勿履是道，此路入者足难得出，复损性命。是迷路人一生感重，临别之时，知识又言：若见亲知及诸路人，若男若女，言于此路多诸毒恶，丧失性命，吾令示众自取其死。是故地藏菩萨具大慈悲，就拔罪苦众生生天人中，另受妙乐。是诸罪众知业道苦，脱得出离，永不再立。如迷路人误入险道，遇善知识引接令出，永不复入。逢见他人复劝莫入，自言因是迷故得解脱境，更不复入。若再屡见幽上迷雾，
不觉旧曾所落险道，或至失命。如堕恶趣，地藏菩萨方便力故，使令解脱，生人天中。旋又再入，若业劫重，永处地狱，无解脱时。二十，恶毒鬼王合掌恭敬，白佛言：世尊，我等诸鬼王其数无量，在阎浮提或利益人或损害人，各个不同。然是业报使我眷属游行世界，多恶少善，或人家庭，或诚意聚落庄园房舍，或有男子女人修毛发善事，乃至悬一幡一盖，少香少花供养佛像及菩萨像，或转读尊经，烧香供养一句一记。我等鬼王敬礼世人，如过去现在未来诸佛，是诸小鬼各有大力，及土地分，便令卫护，不令恶事横事，恶病横病，乃至不如意事，尽于此舍等处，何况入门。佛赞鬼王：善哉善哉，汝等给予阎罗能如是拥护善男女等，无意告梵王帝事，令卫护汝。说是语时，会中有一鬼王名曰主命，白佛言：世尊，我本业缘主阎浮人命，生时死时我皆主之，在我本愿甚欲利益，自是众生不会我意，致令生死俱不得安。何以故？是阎浮提人出生之时，不问男女，或欲生时，但作善事增益舍宅，自令土地无量欢喜，拥护子母得大安乐，利益眷属。或以生下慎物杀害，取诸仙位供给产母，及广聚眷属饮酒食肉，歌乐弦管，能令子母不得安乐。何以故？是产难时，有无数恶鬼及亡两精魅，欲食心血，是我早令舍宅土地灵奇，呵护子母，使令安乐而得利益。如是之人见安乐故，便合设伏达诸土地，翻为杀害集聚眷属，以是之故犯殃自受，子母俱损。又阎浮提临命中人不问善恶，我欲令是命中之人不落恶道，何况自修善根增我力故。是阎浮提行善之人，临命中时亦有百千恶道鬼神，或变作父母乃至诸眷属，引接亡人令落恶道，何况本造恶者。世尊，如是阎浮提男子女人临命中时神识昏昧，不辨善恶，乃至眼耳更无见闻，是诸眷属当须设大供养，转读尊经，念佛菩萨名号，如是善缘能令亡者离诸恶道，诸魔鬼神悉皆退散。世尊，一切众生临命中时，若得闻一佛名一菩萨名，或大乘经典一句一记，我观如是辈人，除五不见杀害之罪，小小恶业何堕恶趣者，寻即解脱。佛告主命鬼王：汝大慈故，能发如是大愿，于生死中护诸众生。若未来世中有男子女人，至生死时，汝莫退誓愿，总令解脱，永得安乐。鬼王白佛言：愿不有虑，我必是行念念拥护阎浮众生，生时死时俱得安乐。但愿诸众生于生死时信受我语，无不解脱，获大利益。二十，佛告地藏菩萨：是大鬼王主命者，已曾经百千生作大鬼王，于生死中拥护众生，是大士慈悲愿故，现大鬼身，实非鬼也。
却后过170劫，当得成佛，号曰无相如来，结名安乐，世界明净住，其佛寿命不可计劫。地藏，是大鬼王其事如是，不可思议，所度人天亦不可限量。称佛名号品第九。二十，地藏菩萨摩诃萨白佛言：世尊，我今为未来众生演利益事，于生死中得大利益，唯愿世尊听我说之。佛告地藏菩萨：汝今欲兴慈悲，就拔一切罪苦六道众生演不思议事，今正事时，唯当诉说。无极涅槃，实如早必誓愿，无亦无忧现在未来一切众生。地藏菩萨白佛言：世尊，过去无量阿僧祇劫，有佛出世，号无边身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赞声恭敬，即得超越40劫生死重罪，何况塑化形象供养赞叹，其人祸福无量无边。又于过去恒河沙劫有佛出世，号宝性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亦弹指请发心皈依，是人于无上道永不退转。又于过去有佛出世，号波头摩圣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立于耳根，是人当得千返生于六欲天中，何况至心称念。又于过去不可说不可说阿僧祇劫，有佛出世，号狮子吼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一念皈依，是人得遇无量诸佛摩顶受记。又于过去有佛出世，号拘留孙佛。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至心瞻礼，或复赞叹，是人于贤劫千佛会中为大梵王，得受上记。又于过去有佛出世，号毗婆师。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永不堕恶道，长生人天，受圣妙乐。又于过去无量无数恒河沙劫有佛出世，号宝圣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毕竟不堕恶道，常在天上受圣妙乐。又于过去有佛出世，号宝相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生恭敬心，世人不久得阿罗汉果。又于过去无量阿僧祇劫有佛出世，号袈裟床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者，超100大劫生死之罪。又于过去有佛出世，号大通山王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者，世人得遇恒河沙佛广为说法，必成菩提。又于过去有净月佛、山王佛、至圣佛、净明王佛、至成就佛、无上佛、妙生佛、满月佛、月面佛，有如是等不可说佛。世尊，现在未来一切众生，若天若人若男若女，但念得一佛名号，功德无量，何况多名。是众生等生时死时自得大利，终不堕恶道。若有临命中人家中眷属乃至一人未是病人，高声念一佛名，是命中人除无间罪、于业报等悉得消灭。是无间罪虽至极重，动经一劫了不得出，常思临命中时他人为其称念佛名，于是最终意见消灭。何况众生自称自念，祸福无量，灭无量罪。地藏菩萨本愿经卷中
赞：普贤喜问地藏宏开，三途六道绝尘埃，普广问如来，受记十斋皆引上莲台。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地藏菩萨本愿经卷下较量布施功德原品第十。二十，地藏菩萨摩诃萨成佛威神，从坐而起，胡跪合掌，白佛言：世尊，我观业道众生较量布施有轻有重，有一生受福，有十生受福，有百生千生受大福利者，世事云何？唯愿世尊为我说之。二十，佛告地藏菩萨：吾今于刀立天宫一切众会说阎浮提布施较量功德轻重，汝当谛听，无畏汝说。地藏白佛言：我一世事愿要欲闻。佛告地藏菩萨：南阎浮提有诸国王、宰府大臣、大长者、大刹利、大婆罗门等，若遇罪下贫穷，乃至聋残阴哑、聋痴无目，如是种种不完具者，是大国王等欲布施时，若能具大慈悲，下心含笑，亲手便布施，或是人施软言未喻，是国王等所获福利如布施百恒河沙佛功德之力。何以故？原是国王等于是最贫贱辈及不完具者发大慈心，是故福利有如此报，百千生中常得七宝具足，何况衣食受用。复次地藏，若未来世有诸国王、至婆罗门等遇佛塔寺或佛形象，乃至菩萨声闻辟支佛像，供自营办供养布施，是国王等当得三劫为地士身，受胜妙乐。若能以此布施福利回向法界，是大国王等于十劫中常为大梵天王。复次地藏，若未来世有诸国王至婆罗门等遇仙佛塔庙或至经像毁坏破落，乃能发心修补，是国王等或自营办，或劝他人，乃至百千人等布施结缘，是国王等百千生中常为转轮王身，如是他人同布施者，百千生中常为小国王身，更能于塔庙前发回向心，如是国王乃及诸人尽成佛道，以此果报无量无边。复次地藏，未来世中有诸国王及婆罗门等见诸老病及生产妇女，若一念间具大慈心，不施医药饮食卧具，使令安乐，如是福利最不思议。一百劫中常为净居天主，二百劫中常为六欲天主，毕竟成佛永不堕恶道，乃至百千生中耳不闻苦声。复次地藏，若未来世中有诸国王及婆罗门等能作如是布施，祸福无量，更能回向不问多少毕竟成佛，何况示范转轮之报。是故地藏普劝众生当如是学。复次地藏，未来世中若善男子、善女人于佛法中种少善根、毛发、沙尘等许，所受福利不可为喻。复次地藏，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遇佛形象、菩萨形象、辟支佛形象、转轮王形象，布施供养得无量福，常在人天受胜妙乐，
若能回向法界，世人福利不可为喻。复次地藏，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欲大乘经典或听闻一记一句，发音众心赞叹恭敬，布施供养，世人获大果报无量无边。若能回向法界，其福不可为喻。复次地藏，若未来世中有善男子、善女人，遇佛塔寺大乘经典，心者布施供养，瞻礼赞叹，恭敬合掌。若遇故者或毁坏者，修补盈礼，或独发心，或劝多人同共发心，如是等辈，三世生中常为诸小国王，谈悦之人常为轮王，还以善法教化诸小国王。复次地藏，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于佛法中所种善根，或布施供养，或修补塔寺，或庄礼经典，乃至一毛一尘、一沙一滴，如是善事，但能回向法界，世人功德百千生中受上妙乐。如但回向自家眷属或自身利益，如是之果即三生受乐，舍一得万报。是故地藏，不失因缘，其事如是。地神护法品第十一。二十，监老地神白佛言：世尊，我从西来，瞻视顶礼无量菩萨摩诃萨，皆是大不可思议神通智慧，广度众生。是地藏菩萨摩诃萨于诸菩萨誓愿深重。世尊，是地藏菩萨与阎浮提有大因缘，如文殊普贤、观音弥勒，亦化百千身形度于六道，其愿尚有毕竟。是地藏菩萨教化六道一切众生，所发誓愿结束，如千百亿恒河沙。世尊，我观未来及现在众生，于所住处于南方清洁之地，以土石竹木作其龛室，室中能塑化，乃至金银铜铁，作地藏形象，烧香供养，瞻礼赞叹，世人居处即得十种利益。何等为十？一者，土地丰壤；二者，家宅永安；三者，先王升天；四者，现存异寿；五者，所求遂意；六者，无水火灾；七者，虚耗辟除；八者，杜绝噩梦；九者，出入神户；十者，多遇圣音。世尊，未来世中及现在众生，若能于所住处方面做如是供养，得如是利益。复白佛言：世尊，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于所住处有此经典及菩萨像，世人更能转读经典，供养菩萨。我常日夜以本神力为护世人，乃至水火盗贼、大横小横，一切恶事悉皆消灭。佛告监牢地神：汝大神力，诸神少及，何以故？阎浮土地悉蒙汝护，乃至草木沙石、稻麻竹苇、谷米宝贝从地而有，皆因主力。又当称扬地藏菩萨利益之事，汝之功德极以神通，百千倍于常分地神。若未来世中有善男子、善女人，供养菩萨及转读世经，但依地藏本愿经一事修行者，如以本神力而拥护之，勿令一切灾害及不如意事折闻于耳，何况令受？非但汝独护世人故，亦有示范眷属、诸天眷属拥护世人。何故得如是圣贤拥护？
皆由瞻礼地藏形象及转读室本愿经故，自然毕竟出离苦海，正涅槃乐，以是之故得大拥护。见闻利益品第十二。二时，世尊从顶门上放百千万亿大豪相光，所谓白豪相光、大白豪相光、瑞豪相光、大瑞豪相光、玉豪相光、大玉豪相光、紫豪相光、大紫豪相光、青豪相光、大青豪相光、碧豪相光、大碧豪相光、红豪相光、大红豪相光、绿豪相光、大绿豪相光、金豪相光、大金豪相光、庆云豪相光、大庆云豪相光、千轮豪光、大千轮豪光、宝轮豪光、大宝轮豪光、日轮豪光、大日轮豪光、月轮豪光、大月轮豪光、宫殿豪光、大宫殿豪光、海云豪光、大海云豪光，于顶门上放如是等豪相光矣，出微妙音告诸大众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听吾今日于兜率天宫称扬赞叹地藏菩萨于人天中利益等事，不思议事，超圣音事，正实地事，毕竟不退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事。说是语时，会中有一菩萨摩诃萨名观世音，从坐而起，胡跪额掌，白佛言：世尊，是地藏菩萨摩诃萨具大慈悲，怜悯罪苦众生，于千万亿世界化千万亿身，所有功德及不思议威神之力，我闻世尊与十方无量诸佛异口同音赞叹地藏菩萨云，正是过去现在未来诸佛说其功德忧不能尽。向者又蒙世尊普告大众，欲称扬地藏利益等事，唯愿世尊为现在未来一切众生称扬地藏不思议事，令天龙八部瞻礼获福。佛告观世音菩萨：汝于娑婆世界有大因缘，若天若龙，若男若女，若神若鬼，乃至六道最苦众生，闻汝名者，见汝行者，恋慕汝者，赞叹汝者，是诸众生于无上道必不退转，长生人天，俱受妙乐，因果将熟，遇佛受尽。汝今具大慈悲，怜悯众生及天龙八部，听吾宣说地藏菩萨不思议利益之事，汝当谛听吾今说之。观世音言：唯然世尊，愿要欲闻。佛告观世音菩萨：未来现在诸世界中，有天人受天福尽，有五衰相现，或有堕于恶道之者，如是天人若男若女，当现相时，或见地藏菩萨形象，或闻地藏菩萨名，一瞻一礼，是诸天人转增天福，受大快乐，永不堕三恶道报。何况见闻菩萨以诸香花衣服饮食宝贝璎珞布施供养，所获功德福利无量无边。复似观世音，若未来现在诸世界中六道众生临命终时，得闻地藏菩萨名，一生立耳根者，是诸众生永不立三恶道苦。何况临命终时，父母眷属将是命中人设宅财物宝贝衣服塑化地藏形象，或是病人未终之时眼耳见闻，知道眷属将设宅宝贝等为其自身塑化地藏菩萨形象，是人若是业报何受重病者，诚思功德寻疾除愈，寿命增益，
是人若是业报命尽，应有一切罪障业障，何堕恶趣者，成思功德，命中之后，即生人天，受胜妙乐，一切罪障悉皆消灭。复次，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有男子女人，或如捕食，或三岁、五岁、十岁以下，亡失父母，乃及亡失兄弟姊妹，是人年纪长大，思忆父母及诸眷属，不知落在何去，生何世界，生何天中。是人若能塑化地藏菩萨形象，乃至文明一瞻一礼，一日至七日莫退初心，文明践行瞻礼供养，世人眷属假因业故堕恶趣者，即当结束，成思男女兄弟姊妹，塑化地藏形象，瞻礼功德，寻疾解脱，生人天中，受胜妙乐。世人眷属如有福利以生人天，受胜妙乐者，即成思功德转增胜因，受无量乐。世人更能三七日中一心瞻礼地藏形象，念其名字满于万遍，当得菩萨现无边身，具告世人眷属生界。或于梦中菩萨现大神力，亲领世人于诸世界见诸眷属，更能每日念菩萨名千遍，至于千日，世人当得菩萨前所在土地鬼神终身卫护，现世衣食丰溢，无诸疾苦，乃至横世不入其门，何况极深。世人毕竟得菩萨摩顶受记。复次，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欲发广大慈心，救度一切众生者，欲修无上菩提者，欲出离三界者，是诸人等见地藏形象及文明者，至心皈依，或以香花、衣服、宝贝、饮食供养瞻礼，是善男女等所愿速成，永无障碍。复次，观世音，若未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欲求现在、未来百千万亿等愿、百千万亿等事，但当皈依瞻礼供养赞叹地藏菩萨形象，如是所愿所求悉皆成就。复愿地藏菩萨具大慈悲，永拥护我。世人于睡梦中即得菩萨摩顶受记。复次，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善男子、善女人于大乘经典深生珍重，发不思议心，欲读欲诵，纵欲名师教示令熟，玄德玄望，动经年月不能读诵，是善男子等有宿业障未得消除，故于大乘经典无读诵性。如是之人闻地藏菩萨名，见地藏菩萨像，具以本心恭敬陈白，更以香花、衣服、饮食一切玩具供养菩萨，以净水一盏，经一日一夜安菩萨前，然后合掌请福，回首向南，临入口时至心郑重，浮水即毕，甚五心酒肉，邪淫妄语，及诸杀害，一七日或三七日，是善男子、善女人于睡梦中具见地藏菩萨现无边身，于是人处受灌顶水，其人梦觉即获聪明，应是经典一粒耳根，即当永记，更不忘失一句一记。复次，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有诸人等衣食不足，求者怪怨，或多病疾，或多凶衰，家宅不安，眷属分散，或诸横事多来五身，睡梦之间多有惊怖，如是人等闻地藏名，见地藏形，至心恭敬，念满万遍，是诸不如意事渐渐消灭，即得安乐，衣食丰溢，
乃至于睡梦中悉皆安乐。复似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或因智生，或因公私，或因生死，或因疾事，入山林中过渡河海，乃及大水，或经险道，世人先当念地藏菩萨名万遍，所过土地鬼神卫护，行住坐卧永保安乐，乃至逢于虎狼狮子，一切毒害不能损之。佛告观世音菩萨，是地藏菩萨与阎浮提有大因缘，若说于诸见闻利益等事，百千劫中说不能尽。是故观世音如以神力流布世经，令娑婆世界众生百千万劫永受安乐。尔时世尊而说偈言：吾观地藏威神力，恒河沙劫说难尽，见闻瞻礼一念间，利益人天无量事。若男若女若龙神，报尽应当堕恶道，至心皈依大士身，受命转增除罪障，少师父母恩爱者，未知魂神在何去，兄弟姊妹及诸亲，生长以来皆不识，或塑或化大士身，悲恋瞻礼不暂舍，三七日中念其名，菩萨当现无边体，视其眷属所生界，纵堕恶趣寻出离，若能不退是初心，即获魔顶受圣迹。欲修无上菩提者，乃至出离三界苦，世人既发大悲心，先当瞻礼大事相，一切诸愿速成就，永无业障能遮止。有人发心念经典，欲度群迷超彼岸，虽立誓愿不思议，玄独玄妄多废失，斯人有业障或故，于大乘经不能记，供养地藏以香花，衣服饮食诸玩具，以净水安大事前，一日一夜求福之，发阴众心甚无心，酒肉邪淫即妄语，三七日内勿杀害，至心思念大事名，即于梦中见无边，觉来便得立根耳，应是经教立耳闻，千万生中永不忘，已是大事不思议，能使斯人获此慧。贫穷众生及疾病，家宅凶衰眷属离，睡梦之中息不安，求者归为无趁岁，至心瞻礼地藏像，一切恶事皆消灭，至于梦中尽得安，衣食丰饶神鬼护，欲入山林及渡海，毒恶禽兽及恶人，恶神恶鬼并恶风，一切诸难诸苦恼，但当瞻礼及供养地藏菩萨大士像，如是山林大海中应是诸恶皆消灭。观音至心听无说，地藏无尽不思议，百千万劫说不周，广宣大事如是力。地藏名字人若闻，乃至见相瞻礼者，香花衣服饮食奉，供养百千受妙乐，若能以此回法界，毕竟成佛超生死。是故观音汝当知，普告恒沙诸国土。诸类人天品第十三。二十世尊具金色臂，又摩地藏菩萨摩诃萨顶而作誓言：地藏地藏，汝之神力不可思议，汝之慈悲不可思议，汝之智慧不可思议，汝之辩才不可思议。正是十方诸佛赞叹宣说汝之不思议事，千万劫中不能得尽。地藏地藏，既吾今日在刀立天中，与百千万亿不可说不可说一切诸佛菩萨、天龙八部大会之中，
在以人天诸众生等辈出三界，在火宅中者付主于汝，无令是诸众生堕恶趣中一日一夜，何况更落五无间及阿鼻地狱，动经千万亿劫，无有初期。地藏，是难言菩提众生智性无定，习恶者多，纵发善心，须臾即退。若于恶缘念念增长，以是之故，无分世行，百千亿化度，随其根性而度脱之。地藏，吾今殷勤以天人众付主于汝，未来之事，若有天人及善男子、善女人，于佛法中种少善根，一毛一尘，一沙一滴，如以道力拥护世人，见修无上，勿令退失。复次地藏，未来世中若天若人，随业报应，落在恶趣，临堕趣中或至门首，是诸众生若能念得一佛名、一菩萨名、一句一记大乘经典，是诸众生如以神力方便救拔，于是人所现无边身，未遂地狱，遣令升天，受圣妙乐。尔时世尊而说偈言：现在未来天人众，吾今殷勤付主汝，以大神通方便度，勿令堕在诸恶趣。尔时地藏菩萨摩诃萨胡跪合掌白佛言：世尊，唯愿世尊不以为虑，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于佛法中一念恭敬，我亦百千方便度脱世人，于生死中速得解脱。何况闻诸善事，念念修行，自然于无上道永不退转。说是语时，会中有一菩萨名虚空藏，白佛言：世尊，我自制刀利，闻于如来赞叹地藏菩萨威神之力不可思议，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乃及一切天龙，闻此经典及地藏名字或真理形象，得几种福利，唯愿世尊为未来现在一切众等略而说之。佛告虚空藏菩萨：谛听，谛听，吾当为汝分别说之。若未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见地藏形象，即闻此经，乃至读诵，香花饮食、衣服珍宝，不施供养，赞叹瞻礼，得28种利益。一者，天龙护念；二者，善果日增；三者，即圣上因；四者，菩提不退；五者，衣食丰足；六者，疾疫不临；七者，离水火灾；八者，无盗贼恶；九者，人见清净；十者，神鬼住持；十一者，女转男身；十二者，为王臣女；十三者，端正相好；十四者，多生天上；十五者，或为帝王；十六者，素质命通；十七者，有求皆从；十八者，眷属欢乐；十九者，诸横消灭；二十者，业道永除；二十一者，去处尽通；二十二者，夜梦安乐；二十三者，先亡离苦；二十四者，速福受生；二十五者，诸圣赞叹；二十六者，聪明立根；二十七者，饶慈悯心；二十八者，毕竟成佛。复次虚空藏菩萨：若现在未来天龙鬼神闻地藏名、礼地藏行，或闻地藏本愿事行，赞叹瞻礼，得七种利益。一者，速超圣地；二者，恶业消灭；三者，诸佛护临；四者，菩提不退；五者，
增长本力；六者宿命皆通；七者毕竟成佛。二十，十方一切诸来不可说不可说诸佛如来及大菩萨天龙八部，闻释迦牟尼佛称扬赞叹地藏菩萨大威神力，不可思议，叹未曾有。是时，兜率天御无量香花，天衣诸鹰供养释迦牟尼佛及地藏菩萨已。一切众会俱复瞻礼，合掌而退。地藏菩萨本愿经卷下赞：地藏本是较量精音，龙残阴雅是前生，今世讽大乘，福利无穷，决定宝莲生。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地藏菩萨灭定业真言：嗡波罗摩林陀宁娑婆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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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嗡波罗摩林陀宁娑婆诃。补缺真言：南无赫拉达诺多拉耶耶缺拉缺拉居住居住摩拉摩拉虎拉哄和和苏丹那哄和摩那娑婆诃。南无赫拉达诺多拉耶耶缺拉缺拉居住居住摩拉摩拉虎拉哄和和苏丹那哄和摩那娑婆诃。南无赫拉达诺多拉耶耶缺拉缺拉居住居住摩拉摩拉虎拉哄和和苏丹那哄婆摩那娑婆诃。不缺圆满真言：嗡呼噜呼噜舍夜摩诃娑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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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嗡呼噜呼噜舍夜摩诃娑诃。地藏赞：地藏菩萨妙难伦，化现金容处处分，三途六道闻妙法，四生十类蒙此恩，明珠照彻天堂路，金溪震开地狱门，累劫亲因蒙接引，九莲台畔立慈尊。三皈依：自皈依佛，当愿众生体解大道，发无上心；自皈依法，当愿众生深入经藏，智慧如海；自皈依僧，当愿众生同理大众，一切无碍，何难胜众。发愿记：愿生西方净土中，九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悟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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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回向记：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愿以此所诵地藏菩萨本愿经之功德，回向给十方世界一切三宝弟子，回向给十方世界一切天道众生，回向给十方世界
一切阿修罗道众生，回向给十方世界一切人道众生，回向给十方世界一切畜生道众生，回向给十方世界一切鬼道众生，回向给十方世界一切地狱道众生，祈请大慈大悲地藏王菩萨慈悲作主，超拔一切众生，令其业障消除，离苦得乐，早日往生西方极乐净土。